This is a day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for 2.5 years. Every once in a while, a revolutionary product comes along that changes everything. And we're going to do it again with the iPhone in 2007. And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this. There's an old Wayne Gretzky quote that I love. I skate to where the puck is going to be, not where it has been. And we've always tried to do that at Apple. Since the very, very beginning. And we always will. So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for being a part of this. As we arrive at iPhone's first birthday, we're gonna take it to the next level. And today we're introducing the iPhone 3G. And that's why I'm really excited to tell you about an entirely new version, the iPhone 3GS. Today, we're introducing iPhone 4, the fourth generation iPhone. I'm really pleased to tell you today all about the brand new iPhone 4S. Today, we're going to introduce iPhone 5. The 5S is the most forward-thinking phone we've ever created. These are the new iPhones, the iPhone 6 and the iPhone 6 Plus. They are, without a doubt, the best iPhones we've ever done. Introducing the iPhone 6S and the iPhone 6S Plus. We are so excited about iPhone 7. iPhone 8, this is a huge step forward for iPhone. One more thing. I am so excited to tell you all about iPhone 10S. It's the first phone that we've called Pro. And for us, that means it's a device that pros can count on to get their work done. 初代 iPhone 发布于2007年1月9号，距今已经过去了整整12年。12年前，你在哪里？你在干什么？那时候的你最常用的电子设备是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趣评测 HRK。12年前，我还在上小学，还在沉迷于 CS 和红警，最常用的电子设备印象中是一台惠普电脑。那时候我还没有手机，那时候市面上的智能手机大都长这个样子。而就是在这个时候，初代 iPhone诞生了。在一代 iPhone 的发布会上，乔布斯阐明了这款产品要做的三件事：一个触控操作的大屏 iPod， 一款革命性的手机，一个具有突破性的互联网设备。但苹果没有发布三款产品，而是把它们融合在了一起，称之为 iPhone。苹果想做出一款出色的智能手机，在这个横纵坐标轴上， iPhone 要做到既好用又易用，比传统的功能手机更聪明，比当时的智能手机更容易上手。正是顺着这个思路，苹果奠定了初代 iPhone 的外观设计和操作逻辑。当时大部分智能手机还在保留物理键盘的时候，苹果大刀阔斧地干掉了大部分实体按键，正面仅仅保留一个 Home 键，剩下的空间尽可能都留给屏幕。这样一代 iPhone 就有了一块让乔老爷子称之为巨大的屏幕。干掉了物理键盘，这让 iPhone 拥有更灵活的系统界面。多点触控技术让 iPhone 能够实现更直觉化的操作逻辑，但这些在硬件上的突破和创新并没有办法直接造就一款智能手机。 iPhone 的灵魂则是当时被形容为 iPhone 运行 OS X 的 iPhone OS， 它集合了个人电脑多年来的发展经验，在底层方面拥有先天优势，它拥有苹果当时想要的一切，并且能为当时的 iPhone 提供强大的互联网体验。正是这种具有突破性的硬件搭配具有前瞻性的软件，两者结合在一起造就了初代 iPhone 的样子。现在的人可能很难想象为什么乔布斯在滑动解锁的时候会有人鼓掌，为什么乔布斯在滑动音乐界面的时候会有人鼓掌，为什么乔布斯在缩放照片的时候会有人鼓掌。这些在今天看起来最基础的操作，最直觉化被认为最理所应当的操作，在12年前是之前那么多所谓智能手机都没有做到的。但是初代 iPhone 还缺少一个当今智能手机必不可少的东西， App Store， 也就是应用商店。当时连 3G 都还没有普及，可以说几乎没有移动互联网这个概念。
所以初代 iPhone 的卖点之一就是带来电脑级别的互联网体验。那时候网页还是人们获取资源的主要来源，对 APP 的需求远不如今天那么强烈。直到2008年3月6号，也就是初代 iPhone 发布一年多以后，苹果宣布将会支持软件工具开发包，允许第三方开发者为 iPhone 开发应用。随后也是在当年的6月9号，苹果公司发布了新一代 iPhone 3G， 并于同年7月11号正式发售。也是在 iPhone 3G 发售以后，第一代 iPhone 彻底停产。在那个智能手机行业刚刚起步，第一代 iPhone 共计售出6124000部，完成了为 iPhone 发展做好奠基的任务。 iPhone 3G 和 3GS 是 iPhone 在 3G 时代的积累和发展。这两代产品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它们不像初代 iPhone 那样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也不像 iPhone 4那样惊艳众人，但是苹果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靠着这两款机型丰富了软件生态，为 iPhone OS 变成 iOS 做好了铺垫，也继续扩大着 iPhone 的受众人群和影响力。直到 iPhone 4的出现成为了 iPhone 发展史上的又一次爆发。金属中框前后都为玻璃材质，是当时全世界最薄的智能手机，上膜屏幕把 PPI 推向了326。这款产品拥有当时最细腻的智能手机屏幕，也成为了日后人们评价手机屏幕的一个标准。搭载 A4 处理器，加入了图灵仪，让智能手机多了一个维度的感知。你难以想象当时的人们在看到视频通话那一刻的欢呼雀跃。当乔布斯和 Johnny Ive 在做 demo 演示的时候，两人都在感叹 It's real 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后来人，真的是有感受到这些科技从业者把梦想变为现实的喜悦。那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一次拿到 iPhone 4的时候还是一个初中生，那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机，质感太棒了。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妈还在用一个酷派的什么商务手机，那时候大部分的手机都还是塑料机身的，而苹果把金属和玻璃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这种冲击我相信当年拿到 iPhone 4的很多人都感受过。这款产品无论是在硬件还是在软件上，和当时的其他竞品相比都有着巨大的优势。接下来 iPhone 4S 的推出基本让消费者和市场确认了苹果两年一次大改变的更新节奏，数字系列变化大， S 系列寿命长。 iPhone 4S 相比 iPhone 4设计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性能升级，摄像头升级，并且加入了 Siri。 是的，这个语音助手在2011年10月份和大家见面，发展至今也有整整8年了。你对现在的 Siri 满意吗？按照苹果的更新节奏， iPhone 5果不其然又是一款设计上大改变的产品。屏幕比例变成了16:9，屏幕尺寸扩大到4寸，这也是 iPhone 诞生以来第一次改变屏幕尺寸和屏幕比例。三段式机身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引领了行业潮流。充电接口从30帧设计换成了沿用至今的闪电接口。这款产品的基本形态一直保持到了苹果开启全面屏 iPhone 的时代，这也是由史蒂夫·乔布斯引领下的最后一部 iPhone。 iPhone 5S 这一年很有说头，这一年苹果把一个新的生物识别技术指纹识别带入了行业。这不是指纹识别第一次出现在移动设备上，但苹果又是第一个做好体验的公司，让消费者接受并且迅速成为潮流。时隔将近一年之久，安卓阵营才做出了第一款正面按压式指纹识别，这一年也是 iOS 大改的一年。扁平化设计被广泛应用于 iOS 其中，这个设计风格也是沿用至今，没有发生什么本质变化。64位处理器第一次应用在智能手机上，也带领着移动处理器走向了64位这个方向。并且这一年也是苹果第一次发布两款新 iPhone， 一个是 5S， 而另一个则是 5C。 但 5C 是一个相对失败的尝试，失败的原因并不是 5C 的聚碳酸酯外壳，真正上手过的用户应该会有同感， 5C 这个聚碳酸酯后壳无论是手感还是质感完全不输 5S 的三段式机身，它更像是另一种设计风格，并不会给人以廉价的感觉。那它为什么会失败呢？主要是因为苹果的刀法太狠了，不仅把 5S 上的 Touch ID 给砍了，就连处理器也还在用上一代的，再加上售价没有足够的优势，消费者选购 5C 的理由并不多。不过我认为 iPhone 5C 这款机型为多年后的 XR 打下的基础，至少也让苹果明白了一个道理，刀法要精准，太狠了消费者可就不买账了。2014年9月，随着安卓手机在屏幕尺寸方面的不断扩张，苹果也感受到了来自于大屏安卓旗舰的压力，所以在这一年苹果推出了定位相同但尺寸不同的两款高端机型， iPhone 6和 iPhone 6 Plus。
如果说 iPhone 4的爆发是因为苹果前几年的积累和乔布斯本人对产品的执着，那 iPhone 6系列的成功，我认为更多的是苹果顺势而为的选择。消费市场对于大屏 iPhone 期待已久， iPhone 6系列本身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短板，这款机型真的卖爆了，这是有史以来销量最高的 iPhone， 苹果至今也没有打破自己创下的这个销售记录。我个人的第一台 iPhone 就是 iPhone 6 Plus， 那一年我高三。我爸妈为什么在高考之前给我买手机？那款产品在当时其实是有一些争议的，很多人都吐槽 iPhone 这一次真的不美了，不仅是在宣传片里看起来不好看，真机拿在手里你可以说它手感好，但真的不能再说它设计好看了。 iPhone 6系列的天线带大家都知道它的必要性，但没有人会喜欢它出现在那里。苹果到底能不能在设计上给出一个更优解，这是很多很多数码爱好者在那一年的思考。而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苹果的更新策略悄悄发生了变化。 iPhone 6s 这一年，新 iPhone 变沉了，变厚了，因为苹果为这款机型加入了 3D Touch， 为交互又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维度。这个功能刚刚加入的时候，无论是开发者还是消费者，很多人都对此抱有巨大的期望，可事实却有些不尽如人意。桌面重按呼出二级菜单这个操作，通过软件层面也能轻松达到，而第三方开发者又迟迟没有用加感屏做出什么真正回不去的新功能。 3D Touch 在理论上确实给交互增加了一个维度，但除了刚发布时听起来高大上，落实到消费者使用的这个层面，很多人并没有感觉到压感屏所带来的好处，甚至有相当相当一部分人压根不知道压感屏这个东西。这个特性也在今年的 iPhone 11上被取消，这应该是苹果极少在交互创新上失败了一次。 iPhone SE 发布会上存在感非常低的 iPhone， 值得挖掘的地方呢并不多，不过这款小屏 iPhone 可以说是年年被人念叨，到了现在还一整就有 iPhone SE 2的消息。这款产品你说它清库存也好，收割细分用户也好，它本身的价值并不是很大，苹果甚至没有按部就班的更新这个细分产品线，我感觉有点像 iPhone 发展史上的一个小插曲。到了 iPhone 7，很多人就开始觉得不对了。还记得从 iPhone 3G 开始，苹果一直保持着两年一迭代的更新节奏吗？数字系列改变大， S 系列更均衡。再从 iPhone 6开始，这个设计已经用了两年，到 iPhone 7已经是第三年了，可苹果依旧不急于改变。这个套路熟悉吗？从 iPhone 10到今年的 iPhone 11，这也是第三年了。正是从2016年开始，苹果悄悄地把更新节奏从两年变成了三年。而 iPhone 7上的大变化有两个，一个是取消了耳机孔，这在当时甚至是现在依旧让很多消费者难以接受。而第二个大变化则是取消了实体 Home 键，加强震动反馈。那事实证明，苹果这次又做对了。耳机孔的取消推动了以 AirPods 为代表的真无线耳机的发展，又为苹果打造了一个口碑极佳的产品线。取消实体 Home 键为全面屏 iPhone 的到来做好了铺垫。下一年到了 iPhone 8，这是 iPhone 6设计应用的第四年，也是 iPhone 10周年。设计不变的 iPhone 8自然不会是主角，而苹果在这一年终于推出了全新设计代表全面屏 iPhone 到来的 iPhone 10，并且首次把结构光做到了智能手机上，也开启了智能手机的异形屏时代。前面我说过，我从 iPhone 6 Plus 开始，每一年的 iPhone 都有买， iPhone 10自然也是如此。但 iPhone 10是唯一一年我真的真的用不下去的 iPhone， 那年给我迫不得已去用三星 S2 Plus 了。原因呢，一方面是 iOS 11的 bug 真的是有点多，但更关键的是 iPhone 10的散热是真的不行啊。玩游戏经常降频卡顿，亮度降低， A11 固然强悍，但扛不住降频啊。这是我第一年觉得 iPhone 确实很厉害，异形屏是一个很需要勇气的决定，结构光是一个很需要能力的技术，苹果依旧在产品上体现了它的强大。但除去这些光鲜亮丽的行业背书，单纯的回归体验，我并不认为 iPhone 10是一款很苹果标准的旗舰手机。这一代 iPhone 虽然有着 iPhone 10周年的特殊意义，在那年的苹果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体验都算不上省心。 iPhone XS 和 iPhone XS Max 发布时，苹果把 iPhone 的价格推上了一个新高度，但这一次拯救苹果的并不是这两款高端 iPhone， 而是在发布之初被疯狂吐槽命名上低人一等，发售晚了一个多月，即便如此依旧成为了这代最受欢迎的 iPhone， iPhone XR。 我作为 iPhone XS Max 的首发用户，
深刻感受到这款产品屏幕大、效果好、双生器出色， iOS 12稳定多了。它身上有很多很多让人喜欢的地方，我甚至可以果粉一点的说，连信号都不是大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它配不上这么高的售价。苹果的想法很美好，用 iPhone 8这种非全面屏的老机器占领4000到5000元价位，用 iPhone XR 占领6000到8000元价位，用 iPhone XS 系列占领8000到10000以上的价位。但是 iPhone XS 系列的产品力并没有出色到那个程度，再加上整个行业进步巨大，安卓阵营已经不是老乔当年形容的那样了。iOS 也很难再说领先安卓5年以上，而最后的结果就是 iPhone XS 系列的渠道价崩得非常快， iPhone XR 也是如此。也正是因为降价，让去年的 iPhone XR 从刚开始的众人吐槽到一众真香。还记得上一款类似于廉价定位的 iPhone 吗？ iPhone 5C。 相比于 5C， 苹果在 iPhone XR 上的刀法精明了很多。XR 没有阉割结构光，没有阉割 A12， 保留的双生器，主摄也完全一样，甚至续航还好一些，甚至比 XS 还多了个双卡。屏幕边框虽然厚，分辨率虽然低，但光从显示效果来说也看得过去。说到底，这款产品在核心体验上和 XS 系列差距并不大，差距比较大的地方是质感，但在大几千的差价面前，失去那点品质感对于普通消费者的意义也就没有那么大了。iPhone XR 的成功和 iPhone XS 系列的受挫也为今年 iPhone 11全系的定位做了铺垫。2019年 iPhone 11和 iPhone 11 Pro， 这是 iPhone 10设计应用的第三年，再次印证了苹果在更新节奏上的改变。但今年的产品线明显更加合理，首先是苹果为 iPhone XR 的续作 iPhone 11证明，并且增加了更有趣的超广角。最吓人的是苹果官方降价拉开和 Pro 系列的差价，而 Pro 系列升级屏幕，保持质感，连配色都更加深沉。不过我认为这代 Pro 最主要的升级其实是续航。 iPhone 11 Pro Max 的续航比我前段时间用的 Mate 30 Pro 还要更好，这是第一款你几乎不需要再担心续航的 iPhone。 今年 iPhone 11系列的产品线设计，我猜测会在未来几年内保持不变。苹果找到了一个相对合理，既能保证走量，又能保证高端不弱的产品分配。关于 iPhone 11系列这三款产品的详细内容，哎呀，算了，我不挖坑了，最近的视频拍的有点太满了。为了回顾 iPhone 发展的12年，我借到了发布会上出现过的每一台 iPhone， 看了过去十几场 iPhone 发布会。在这12年间， iPhone 的屏幕从 3.5 寸发展到了 6.5 寸， PPI 从160发展到了458，后置相机从200万像素发展到1200万像素，从单摄变成了三摄，存储空间从最初的只有 4G 到现在最高的 512G， 处理器的性能更是增强了上百倍。苹果花了12年从这里一步又一步走到了这里，这些产品凝聚了无数研发人员的心血，也证明了苹果强大的设计能力、创新能力、供应链号召力。但是看了这么多，回顾了这么多， iPhone 这十二年来如此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公认 iPhone 是智能手机行业的开拓者呢？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还要回到初代 iPhone 的发布会上。在那场发布会上，我找到了 iPhone 能够被世人喜爱，成为智能手机的开拓先驱并引领至今的根本原因。十二年前，在智能手机行业还不算真正起步，所有人都在不断尝试试错的时候，苹果选择了一个多年以后被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方向。当大家还在用全键盘的时候，苹果就干掉了大部分物理按键，只留一颗 Home 键。当大家的 UI 设计还都被实体按键所限制的时候，苹果就选择了用一块大屏幕赋予软件更丰富更灵活的界面和功能。当大家还不知道智能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苹果选择了已经很成熟的 OS X 作为底层，打造一款功能强大、流畅稳定的智能系统。当大家还在玩可更换电池、可滑动机身的时候，苹果选择了一体化机身，增强质感和设计。从软件到硬件，苹果选择的几乎所有大方向都是正确的。乔布斯在12年前就为 iPhone 注入了灵魂，画好了道路，并且这个思路沿用至今。一体化、大屏多点触控、 iPhone OS， 顺着这个思路，苹果干掉了耳机孔，干掉了 Home 键。顺着这个思路，苹果做出了第一个视网膜屏幕，第一个推行64位处理器，开创了异形屏时代。顺着这个思路，苹果在大家都把可拆卸电池当做卖点的时候，苹果没有做可拆卸电池，
到了今天，很多厂商把机械结构当成卖点的时候，苹果宁可用刘海也不愿意牺牲一体性。顺着这个思路， iPhone OS 变成了 iOS， 它可能不是最人性化的系统，但它是其他厂商无法拥有的武器。苹果的研发能力、供应链能力、创新能力自然是 iPhone 不断成长不断进化的重要推手，但是这个正确的方向才是 iPhone 如此成功的根本原因。而当年乔老爷子的选择和固执，在多年以后一个又一个都被证实了是正确的，是消费者会认可的。同志们，这是12年前啊，初代 iPhone 在当时的一众智能手机中从内到外都是异类，但正是这种准确的前瞻性搭配上乔布斯固执甚至偏执的自信心和执行力，才创造出了 iPhone 这个商业奇迹般的产品线。苹果不是第一个做手机的，苹果不是第一个做智能手机的，但苹果应该是第一个做好智能手机的。在乔布斯走后，每年 iPhone 发布会结束之后，都会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乔布斯还在，这台 iPhone 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没有这个难看的天线带，乔布斯会让这样的 iPhone 面世吗？我必须承认的是，作为一个 iPhone 老用户，这几年的 iPhone 确实没有以前那样稳定省心，安卓阵营的突飞猛进也给苹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我依旧认为，如今的苹果依旧没有偏离乔布斯在初代 iPhone 时为 iPhone 发展指出的道路。乔布斯其实也有一些他处于当时时代的局限性，他可能也没有想到移动互联网发展会这么快，智能手机会像人类的外置器官一样重要。他之前还认为手机屏幕的最佳尺寸应该是3.5寸等等，但这些属于时代本身的局限性，并不影响乔布斯对发展判断的前瞻性。库克引领下的 iPhone 可能会多了一点点妥协，但干掉耳机孔需要勇气，增加结构光需要实力， A 系列芯片的性能也有目共睹。如果乔老爷子还在世，我相信他看到今天的 iPhone 应该也会心满意足，因为苹果还像多年前他规划的那样，总会滑向冰球运动的方向，而不是等待冰球到位再去追赶。OK， 本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么多，视频最后必须来一个大感谢环节。首先要感谢这位网友，他借给我的初代 iPhone， 还有 iPhone 3G， 还有 3GS， 还有感谢这位网友，他借给我了 iPhone 4和 4S， 还有感谢这位网友，他借给我了 iPhone 5C， 还有由衷的感谢我的同事路遥和志雄，他们在为我凑齐所有 iPhone 的过程中给予我了很大帮助。还有特别感谢麦子俊，他分享了一些关于 iPhone 发展的看法。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两位老板，因为这期视频从策划到成片花了大概2周左右的时间，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信任，这期视频是很难和大家见面的。最后跪求大家一个一键点赞，最后跪求大家给一个关注点赞一键三连啊！这期视频的工作量真的非常非常大，那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趣闻测的很多账号。我是 SHK， 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